好了，我们继续来上课。各位，你看这个智煌禅师哈，第一，他有没有好的老师？而且是一个开悟的老师哦哈。然后他跟这个老师学，所以学的自己也有心得，有没有？然后他真的也是一个，对不对？依教奉行，他愿意实修，所以他也修了20年。各位，这样的人值不值得你赞叹？值得。那、啊、你可不可以变成这样的人？可以。啊，对不对？哈，好。他已经长期复健20年了，知道吗？哇，真的！我那这能力不消息啊。哎、欸，毛粉都被他跳跳掉啊！我要回来，我要回来红尘啊！我嘿，接着看，师弟子玄策，游方至和硕，文皇之敏，赵安问云呢、啊？汝在此做什么？来啦，各位哈、哦，假设你家附近呐、啊。有这样的修心人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啦，啊，就是说，哇，这个人修得很好啊，大家都会什么？大家都会相传嘛，哈、哦，大家都会相传。所以这个六祖大师的弟子玄策，他的外号叫做专门踢馆，有没有？那玄策，对不对？他到处参访啊，然后到和硕，这就是河北朔方哈、哦，到河北。那各位，那玄策从哪里到河北？他本来是在哪里？对呀、啊，是在潮汐，潮汐在哪一省？啊，在广东，哎，对，在广东，是不是在南方？现在已经缩去北方啊，你看。啊、哦，而且不是坐高铁啊，也不是坐飞机啊、哦，他啊，所以各位，他这样，所以他到那边就听到有人在传呐、啊，传说哇，有一个人修得很好，有一个人修得很好，嗯，当然玄策可能过去也做过中介了。中介哈、哦，只要走到哪里都要问人家说，你们这里有没有人要卖房子？有没有？啊，有没有人要卖房子？啊，如果有人要卖房子，啊，我就要去签他的 case 回来卖。那因为玄策他是，对不对？他是出家人，而且玄策的境界应该也是个开悟的人，对，所以他也很关心有修行的出家人。所以他到这个地方，他一定会问说有没有。哎、欸，啊，你们这边有没有一些对不对得道的高僧啦、啊，或是修行很好的人啦、啊？啊，然后就有很多信徒、佛教文物到处搞补，有没有？啊，有哦，对，有哪一个人对自己搭个茅棚，哦，然后整天呢、啊、在打坐，有没有？然后在那边修行修了20年了，真是实修的。嗯，所以诸位你看呐、啊，声明哈、哦，不见得自己要去登报纸，说我开悟了，或是我有修行，不用登报纸，真的是有修别人就会讲了。所以玄策听到有人一直在谈智煌禅师这个，对不对？这个人，好，那既然知道这个人呢、啊？那他就需要去拜访啦、啊，啊，各位，他就是要拜访，各位要注意这个概念哦。你们做过这样的人吗？各位，你们做过这样的人，想要去渡人吗？各位，你有没有这种心说，我现在想要去渡人，比如说渡人来学佛，渡人来听六祖坛经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概念？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举动？
啊，你自己渡了吗？你自己泥菩萨过江了吗？自身难保。各位，有渡人这个心是随缘，不可以攀缘。各位随缘啊，知道吗？随缘都渡了要来市民公民会馆啊，都渡了一个，比如说你要去到位，我都要起来二楼听六祖坛经，我怎么起来好不好？好，你知道吗？这叫随缘。好啊，我也没有说我要渡你的心啊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好，对。啊，如果说听完六祖坛经回家之后啊，就从小学的毕业纪念册一直打到大学，有没有？我跟你讲啊，对，南岛有一个师父来到这真高讲，吼、哦、啊，真有修啊，看起来那七祖嘞安尼。哦，啊，你都爱来听，哦，对不对？现今善知识难得吼、哦，你有底下碰风在吗？对啊，啊，还无效啦，嘿，无效。你利用遐时间，好啊，观察自己较重要，哎，知道吗？观察自己，知道吗？啊，第一，我不需要业绩，所以你也没有业绩压力。对，第二，对不对？有缘者得度啊，所以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嗯，因缘到了，自然就会出现；因缘不到，强求不得。啊，那所以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心。但是我相信玄策不是有，因为玄策他真的是一个有程度的人。所以玄策他是想要去度化谁？智皇禅师啊，各位，他想要去度往，就像玄策之前去度谁？各位不敢说度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就是推荐他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啊，对啦，就是度啦。对了，间接啊，哈，间接。所以去拜访，好，去拜访，人家在那边修行20年了，在那边打坐了，就去给他敲门，有没有？啊，去敲门，进去就直接问他说：“你坐在这里做什么？”吼、哦，诸位。你没有功夫会这样问吗？像我们都会怎么问，对不对？哇，对不对？法师阿弥陀佛，哦，我听，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仰慕你很久，有没有？今天咱都是做虚伪了，恭敬托阿了，很客套的话，有没有？啊，各位我们都是这样。我告诉你，真正的修行人不是这样。但是也不是像你所讲的这么白目啦，知道吗？他直截了当切中要害，有修的人，对不对？不啰嗦，对不对？直接就问他说：“你盖个茅棚，然后你自己在这边用功，然后你长期在这边打坐。”他的意思是说。你在做什么？好，各位，你在做什么？其实不是光是说我在打坐这个问题了，就好像说，师父，我自从读了六祖坛经之后，我每天关在家里面读六祖坛经。有一天我去你家，我问你说，你关在家里面做什么？各位，这个意思有很多意思，你知道吗？意思不是说你读六祖坛经干什么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比如说师父我很想出家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师父我很想结婚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师父我很想生一打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各位，你们有时候有很多的概念，你要自己问你自己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
你就会，你不容易后悔，你不容易做错事。我们很少人问他自己，所以很容易后悔。人生有太多的后悔，那都是什么？那都是因为你不加以思考，所以你思考的不周到、不圆满，所以你往往都会造成你很多的副作用。这个副作用甚至会造成你一辈子的痛苦。各位，婚姻这件事情会不会造成一个人一辈子的痛苦？什么叫做不一定？对，你若经历了就安怎，那一辈子说不定比较幸福，有没有？你若经历了不对安怎，去经历那个未经验的，有无？对，有的人连营养他都要买，有无？每天都在买啥？酒干汤买无笑，我只想，所以各位，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？哈，选择伴侣，既然会影响你一辈子，这是千真万确。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那一样的道理哈，选择老师会不会影响到一辈子？对，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？啊，你们有没有替我想过这个问题？选错学生有影响我一辈子？不会啊，为什么不会？我免功利，我嘛免耐力啦，我都卖插你刀，我就是要，我就是要这么功利跟你顶，那所以各位，所以人生有很多的事情，如果你已经人生已经过了一段的时间了，如果你还不懂这种道理，我告诉你，你会一直继续下去，对不对？你会一直后悔到往生，往生之后你会更后悔。因为后悔又去那个地方投胎，是什么地方我就不知道了。所以诸位，所以这个玄策就问智访说，对，你在此做什么？所以各位，这一句话你要注意，我说会讲话的人一定会问话，注意听哈。话很多的人不是会讲话，抓不到重点的人也不会讲话，不该问乱问也不会讲话，该问不问也不会讲话。所以就问接着换过来，接着你看智访怎么回答，他也不啰嗦。对，你既然问我说 我在这里做什么，他就直接回答，对，我在这里入定。哦，真的入定，各位讲话给我听，我也这么做奇怪。各位，那如果我当场就怎样，我如果当场我就给抓包，对不对？啊，入定搁咧讲话给我听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问我，我不会这样回答。你们要不要问我？来啦，咱两个配合一下，咱两个演技，咱常常配合。来，你问我。随缘度日。这是我的版权，你不要乱用，知道吗？啊，你随缘打妄想。
好好，好啦好啦好啦，你来翻译就好啦，我无差。这个时候呢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你看高手出招，一问一答，好，接下来就知道戏啊，有没有知道吗？策隐玄策就问啦、啊，好吧，玄策就这么说，他这么说，他说：“汝云入定为有心入，无心入也，有心跟无心化起来。”所以我告诉你了，禅师都是这样的，禅师讲话呢，你来用选择题一点都不丢了，有没有？那各位，那我先问你们好不好？你们现在有没有来这边听课？那你是有心听还是无心听？有心。心。我说以这个问题以此类推，我马上考你们，看你们怎么回答啦。对不对啊？你还是这样回答啊？你就是不入门啦、啊、知道吗？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的回答挥无弟子。所以各位呢，你看禅宗的公案大概都是这一种，他问话都会让一般没有开悟的人是不会回答的，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啊。怎么样回答才是正确？他不知道。嗯嗯，接着玄策继续说了哈，他用有无来问他。各位，那有无就是我们一般人的概念，就是我所讲的相对的概念。对啊，你答不出来，为什么答不出来？因为是矛盾。对，那矛盾呢？你打哪一边都是不对的。所以你看这个世间，你看哪一边都不正确，你不可以这样看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子看法。啊，各位，说你是好人，对，还是坏人？你打你是好人不对，各位，因为你明明就有坏的念头，你怎么说你是好人呢？对，你打你说你是坏人也不对。我虽然有坏的念头，但是我还是很孝顺我父母啊。好、哦、对不对？哎啊啊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啊、哦、就开始就想了老半天。这叫做妄想。那么想了老半天，一样的道理。那一样的道理，就像我现在问你说你是佛还是众生一样，有没有？你就开始，我要怎么回答比较好呢？这个就不对了。如果你还在想说你应该怎么回答，就是你不懂。对，哪有说怎么回答？知道道理的人，他就直截了当就说出来了，他还需要这么想说我怎么回答？啊，所以一般你还要需要想，都是代表你不懂。你对事情需要想，代表你的智慧还不够，但是你愿意想还好。注意听哈、哦，各位注意听哈、哦，无蕴当中有想蕴，那个想蕴就是想。有智慧的人不用想，当下即是，有没有？思量即不中用，所以有智慧的人，啪死的答案，他该怎么说，他该怎么做，直截了当。没有智慧的人，奉劝诸位三思而后行，好好思考一下，好好思维一下，不要这么冲动，简称叫做冲，知道吗？你不要这么冲，好，稍微思考一下，好好思考一下，不要急着做决定。当别人骂我王八蛋，不要急着回他什么臭鸡蛋，对不对？
不要直接回，稍微思考一下，不要反射动作，不要做这个动作，思考一下。接着玄策他自问自答，他自问自答，他问智王禅师说，你说你坐在这边入定，对，那你是有心入定呢，还是无心入定呢？接着还没有等智王禅师回答，他加以说明，有没有？他说若无心入，一切草木啊，一切无情啊，无情化起来啊，一切无情草木瓦石因何得定？若有心入者，一切有情，有情化起来。一切有情寒士之流亦因得定。意思是说，对，有心，就像我们有情的众生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心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意识、自己的概念，对不对？自己的感受，对。那如果无心，对不对？就像那些无情的，石头瓦砾。所以说，有心入，那么一切众生都入定；如果是无心入，那一切草木也都入定。各位，请问一下，你去给他踢馆，你会像他讲这样的话吗？你应该是不会吧？因为你自己讲不出这样的话，这样对不对？你只是问他说你在那边做什么，他说我在那边念佛，你就问他说你在那边念什么佛吗？对不对？然后你就把上课的笔记翻出来说你们，对啊，对啊，你知道嘿，你能念佛，你能去吗？怎么样吗？各位，现在不是高手，不是谈他的看法，高手是指出他的盲点，而不是你学很多东西去到别人那边一直高谈阔论，谈说你的看法，你认为对的，然后你一直讲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各位，你这样讲哦，常常抓不到痒处，因为你不知道他真正的问题在哪里。各位，他真正的问题就是卡在入定，他真正的问题就是卡在什么执着，那种定，那种不动的那种状态，他真正的问题就是卡在什么，他享受这种状态，注意听齁，他享受这种状态，什么状态？清清静静啊，你诸位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修了20年，只希望这种概念、这种感觉出现，但是这种感觉出现是不对的，知道吗？它是会出现，但是你要过去。所以修行不是说要，哎呀，对，让我很舒服，这样是不对的。各位啊，你的舒服齁，没有办法比入定更舒服啦。各位，我举个例子啦齁，我举个例子啦齁。有身体比较舒服还是没有身体？你做过鬼吗？对不对？什么？我有冲山温暖过，知道吗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好，这个问题放在旁边。嘿，咱两个问题才有，知道吗？我们现在不管，对不对？他有没有入禅定？一个真正有修行的人，他入四禅八定是没问题的啦，他的功夫啦是没问题的。
对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诸位，你有身体你会觉得沉重，你有身体你会觉得它是你的负担。各位，我讲个最简单的概念啊，以前很瘦的人突然很胖，其实他自己感觉就觉得哦，好像什么就很沉重。好，那我现在不讲跟你讲胖跟瘦了，有这个身体，你就是有一些什么酸、麻、胀、痛、痒，各位这些概念。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偶尔要去疏解一下啊，他不是去给他经络按摩，不然他就去冲三温暖，不然他就是要去动一动，有没有？他就想办法让他的身体比较疏解。各位，一个入定的人，当他已经感觉到他身体不存在，这样的感觉是很舒服的。入定更深的人，他连感觉他的心哈都好像不存在，但是事实上是存在的，不是不存在，只是那一种心念很维系，那个更舒服，知道吗？好像说身心都不存在那种状态啊。我这样形容给各位听啦，啊，你们不用在那边猜啦，你只要看看你的身体你就知道，你的身心让你很苦，这样对不对？让你很苦。假设我感觉到我身心都不存在，那是一个什么状态？各位，我讲一个概念就好了。很多人有濒临死亡的经验，对不对？他常常在死亡的那一刹那看到他自己有没有好像浮在上面，有没有看着他的身体？啊，诸位，这个不是事实，这个是一种意识。对，他的意识感觉到有没有他脱离他的身体，然后他身体不存在，是这个意思。对，所以他那时候，所以濒临死亡的人，对，常常他的经验都是好还是不好？都是美好的，各位常常都是美好的。他觉得他是轻松的，他看到光，有没有？哎，常常都是这种状态。各位，一样的道理的，你的身体被麻醉之后，你就不会感觉到你的什么，你身体的存在。但是有一种麻醉是什么？他可以，比如说他的身体被麻醉，他还可以跟医生讲话，有没有？他感觉到他身体不存在，但是他的心是什么？是存在。重度麻醉的人，他感觉到他心也什么，好像不存在，对不对？那只是好像，不是不存在。所以说智皇禅师他的执着就是执着在这里，对，因为定中是舒服的啊。各位，一个只要是坐禅的人，他进入状况了，这种舒服超越什么？各位，我这么形容好了，食色性也。对饮食的满足，这种欲望不及呢，男女情欲，男女情欲的欲望胜过对食物的满足的欲望，但是男女情欲的欲望不及吸毒的欲望。这个你们不要尝试，知道吗？这样你了解吗？所以为什么吸毒这么迷人，懂吗？因为他的欲望超过男女的情欲，所以迷不迷人？但是打坐入定的人超过吸毒，那你就知道了，那太什么，太迷人了，对不对？你叫我不要这个样子，怎么有可能呢？对不对？就是这种状态。各位，我透过这样你就会知道说，当有一天你遇到了
你就不知不觉卡在那里，你就会不想过去了。对，因为你对这样的感觉是你求之不得，甚至有的人终其一生就是为了达到这种境界，有没有？然后停留在这种感觉，然后认为说这样就是什么，我受益了，知道吗？我受益了，这就是我学佛的终点，那就错了。你走上，你已经对走上歧路了，你都不知道啊。各位，这不是终点，这是路边齁的烟火，知道吗？哎，路边人家在放烟火而已。好，接着看看看智往禅师怎么回答。各位，智往禅师也很贼，知道吗？也很贼。为什么很贼？因为他是一个学禅的人，他不贼怎么行呢？智房回答说，我正入定时，不见有无之心。好，各位，有无之心画起来，他就是贼啦，他就是不要落入有跟无啦的这个问题。诸位，这样的回答齁，这样的回答都叫做小聪明，这叫伎俩，有没有？大家在玩把戏，这叫做戏论，知道吗？各位，你们学到最后不要这样回答。如果不懂，你就说什么我不懂，人家还会说孺子可教也，有没有？因为你老实嘛，有没有？你说你不懂就好啊，你不要耍嘴皮子。各位，这叫做耍嘴皮子。对真正内行的人，你是会被他修理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他表面上这样的回答，他不落入有或是无，就是说他不落入这两边的圈套啦。结果他糟糕了，因为玄策的功夫比他好嘛。玄策也就是说他的功夫、他的见地都比他强，所以玄策一听就知道这样回答是不对的。所以呢，策云，玄策这么说：不见有无之心，即是常定。常定化起来。何有出路？若有出路，即非大定。大定化起来。好，那各位，我们来解释。来，我再问同学回答。来，我们还是我们两个演练。你是有心听呢，还是无心听？随缘听。换你问我，我每个月都会来。我的回答正不正常？啊，有没有？我有没有闪你的问题？这就叫做常定，知道吗？平常就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平常有没有？平常。对，所以玄策跟他回答说：“我不见有的路，他根本不需要有这个概念，为什么？”因为平常就是如此，对不对？就像说什么，就像说一般人会常常问他自己说，我是有心呼吸呢，还是无心呼吸？这你笑了，对吧？啊，有时吃饭，有时吃面，这个问题很简单，你怎么问我呢？啊啊，对啊，现在就要点了，那就看别人方便什么，就拿什么给我吃，这样知道吗？不会啊，
对了、啊、老板有换我的交换，有面就交面了，多有就看我肚子的状态啊。各位，这个问题是你这个问题不用学产的就会回答，知道吗？因为有时候这个问题根本一般人就会回答，哎，不用这么啰嗦。有时候最高深的道理是很简单的，你不要把它搞复杂了，知道吗？嗯。所以各位，你这样知道叫常定吗？我平常就是这种状态。啊。所以呢，不见有之心，这个就是平常嘛，有没有？就是叫做常定嘛，对。那既然是常定，也就是说它本来就是如此，对。那既然是这个样子，你怎么说你在入定呢？因为有入，必然就有什么，就有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，既然是常定，何有出跟入的问题呢？接着再继续跟他讲个概念，若是有出入，即非大定。各位，这个大定就是本来的状态，这个大定就是自性本定。自性本定其实就是六祖所讲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如如不动，有没有那一种状态？这种状态是什么？这就是空，对不对？结果被他这样一说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，就能够比出什么高下？自己的知见不够正确，自己的功夫也不如贤策，有没有？那诸位哦。我们一般人会不会继续变？会还是不会？会，各位，一般人会哦。尤其说我已经修二十年啊，我干嘛在按那个话书，对不对？为了自尊心，为了一口气，有没有？我是不是会继续跟你变？各位，我告诉你了，你到处去找一般人都继续跟你变。各位，你喜欢跟他变的人，你要看到，如果两三句就承认你不懂，承认你输，代表你也了不起，知道吗？你就要继续在变，一直要变，你在干嘛？所以各位，你们虽然这个话在这样讲，你都要看到啊。如果是你，你是会变的呢。你不会说这样就承认你输了呢？有修行的人，他真的不是这样。我不懂，我承认我不懂，我输了，我甘拜下风。我不知道，我请教你，有没有？各位，你们这个要学啦，这真的要学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一有修行的人，哎。我就这么讲了哈，越有修但是观念不正确的人，越不容易承认，越不容易臣服对方。这是最困难的问题。如果说你没有学，你不懂，你没有修行，当你还比较会愿意说，哎，我真的我不懂了呢，对，那到底是什么状况？所以各位，每一个人开悟的人呢、啊，有他的道理啦。对，我说他有修行。因为他承认他不懂了，所以接着怎么说？黄无对，智王禅师答不出来。各位，他答不出来。良久哈，良久先停一下。他答不出来，但是他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？有，他有在思考。但是他不会恼羞成怒，他只是静静的思考。像我们脸是一直红起来，有没有？脸一直红起来，嘿，好像啊，对不对？无地自容，想要挖个洞躲下去。
这叫做修行人啊，这叫做凡夫啦、啊、自尊心作祟，修那么久了还有自尊心，那不是笑死人吗？所以各位自尊心丢掉了吗？诸位丢掉了吗？有没有丢到垃圾桶？垃圾车带走了？真的哦？哦，你弄个几？哦，您自尊心弄丢掉了哦？今天还假呢？啊？哦哦，你们讲这个话，你们秀得很好，因为脸都不会红。哦，公家碰红脸也不会红哎、啊。啊，因为对不对？我有惭有愧啊。啊哈。后来听他华语的后来，所以各位你看哈、哦，他思考，嗯，他确实答不出来，但他确实也觉得玄奘讲的很有道理，很有道理，所以这时候他就问了哈、哦，他就问，他终于要问了，师父是谁呀、啊？你师父是谁呀、啊？你孙奈哈尼搞，嘎嘎你这里都别啊啊，出来搞我踢馆，两三句我就答不出来，那哈搞，对啊，嗯，策云，我师潮汐六祖，嗯，顶杠有名声，下杠有出名，对啊。不是分州大儒杰啊，是潮汐六祖、嗯、各位谈到这里啊，我们中午就要开始谈一个问题，他的老师是潮，是六祖慧能，但是智王禅师的老师是谁？是五祖弘忍，对不对？那智王禅师跟六祖慧能是什么辈？他们是平辈呢，对不对？他们是平辈呢，他们是师兄弟呢，对，他们是师兄弟的关系呢，对不对？嘿，啊，那今天既然是被师弟所教出来的弟子问倒，有没有？啊。各位，这个概念我们重要谈，因为有几个概念要整体串联起来，啊，让大家吃饱，照我亏的呢，再来讲哈，好啦，休息了。